我可能11岁的时候，非常骄傲的说：“爸爸，我把里面的50块钱拿去借给农夫，利息是赚7.5%。”其实你知道，我们这样也是要付出劳力的。然后我就说：“一人10块。”他说：“可不可以20块？”我说：“那不要按，该我讨价还价。”我说：“10块按全身。”女人好犀利，周一至周五，富翁要从3岁培养。